那艾琳，你以前都花几万几万的买专柜的保养品，所以可是后来你比较过之后，因为其实所有最好的品牌，你也都主持过记者招待会，你也都试过，也都玩过。你现在发现有一些东西其实是真好货，真的。其实像我们自己，就是常常都会去，以前就是主持很多的不同的品牌，用过很多的所谓的大牌精品。对，那当然就会晓得说，以当下自己觉得，哎，这个品牌还不错用，你就会趁着周年庆可能去大买一笔，然后买了一堆瓶瓶罐罐回来。可是现在你知道，做了妈妈，你就要务实一点，因为回家你知道已经很累了，那你把妆卸一卸，然后弄小孩子功课，然后弄他们睡觉，然后还要擦那瓶瓶罐罐，其实超级累了。最后呢，你就会发现就是放着那边很多罐都已经过期了，要么就是你花了这些好几万的这个瓶瓶罐罐之后擦了，它的效果也没那么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思考说，那刚才老师说到一点，水瓶座嘛，对不对，就不喜欢这所谓的麻烦，那就会想说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这个 CP 值达到，然后可以让它的效果做到最好。所以后来呢，我就找到了一瓶，其实它就是一个让你爱上它，而且它可以达到有效的保养，那就是这个所谓的多效然后 all in one 的这个小橘瓶。那这个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日本的一个非常知名的老品牌所推出的这个 all in one 多效的小橘瓶。那它里头包含了什么呢？化妆水，然后精华液，然后乳液，还有乳霜，全部一瓶就搞定了。那所以其实我自己本身可能就洗完脸啊，然后就把这一瓶擦上去，擦上去之后其实我觉得就完美无缺了。而且最重要什么，我最怕最在意的就是眼周围，所以以前都会买最顶级的那个眼霜，你知道吗，就是从那个比较清爽的一直到那种非常 rich 然后非常营养滋养的。可是有时候太 rich 就不适合我们台湾的气候，所以像这一瓶，你知道擦上去连眼周围都可以用，而且都不会有小肉芽出现。那我觉得其实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我就会挤两下，然后全脸去把它擦起来。那其实它就已经早上起来就非常的保湿，效果就很好。对，而且它的质地呢，其实擦起来就是非常的这个滑顺，而且我觉得最喜欢的就是早上起来端端的感觉，然后就是你的肌肤很保水，而且就像我这样子早晚用，它两到三个月才会用完一瓶，所以你看 CP 值是不是很划算？真的。而且我女儿很好玩，就常常看我擦完保养品，然后喜欢这样一直摸，狂摸我的脸，然后说妈妈你的脸好滑哦，所以她常常都会偷挤我的保养品在那里擦，而且她不只是擦脸，因为她觉得很滑，全身都在擦。对，其实很好玩，因为这一瓶。因为我介绍很多女明星用，因为它真的很方便，而且像我自己很怕那种很厚重的感觉。那因为它这个质地比较特别，它是油包水，水包油的质地，所以你擦在脸上化开来之后，它那个保湿度，你真的会觉得哇塞，真的就像肌肤喝了水的感觉。那因为保湿这件事情，大家以前不都是以为就是说玻尿酸一定要有？可是在日本他们研发出保湿的成分里面，他们发现了一个叫蛋白聚糖，而且研发了30年才把它真的制成商品。那就是因为他们说蛋白聚糖的保湿效果比玻尿酸还要强，因为玻尿酸是在补充水分，可蛋白聚糖是在你肌肤里面水分的这个结构里面很重要，有点像是房子的钢筋水泥一样。所以蛋白聚糖它在透过这个剂型才会一层一层的渗透到我们肌肤里面，让你肌肤真的有那种烹饪而且不会有细纹的感觉。那再加上因为我之前出国都是只带这瓶，是因为出国你就不用这样瓶瓶罐罐一大堆。然后现在因为我在学校教书，我在新竹教书，所以我都会前一天就先去学校明星科技大学睡在学校的宿舍。我去学校也是就带这一瓶，因为就不用带那么多瓶。然后在上课 demo 同学化妆的妆前保养，我也用这一瓶，我就一瓶可以搞定好多事情。对，你看，我跟你讲，其实，来示范一下，示范一下。我已经把这边的脸妆呢，你看都已经把它卸掉了。那其实我觉得很明显的就是，你看洗完脸之后，你什么都不用做，而且我觉得刚才讲的这个质地呢，就是非常的滑顺，而且很容易就吸收到你的这个脸部。我什么也没有做，就是直接这样擦上去，你看它很容易去推开。
而且我觉得很棒的就是所有的小细纹呢，都会越来越不明显。真的。对，比如说法令纹啊，吃进去。对，他就已经看吃进去了。所以整体来讲，忍不住想来用，有没有？给我一点，刚刚你们不是讲说用虎口来试？对对对对。哎，你要不要擦虎口？对。对啊，说用虎口来试。而且因为我刚刚讲它的质地很特别，是像我现在把它挤出来，你在平常在家里用的时候，就是洗完脸直接擦在脸上，不要在那边温热哦，因为它那个质地，水包油、油包水，你这样温热，是你的手在保养，你就直接把它这样推开来。当你在推开来的第一层，它就像化妆水一样。然后再轻轻的轻拍，它就像精华液慢慢渗透到你的肌肤里面。刚刚讲蛋白聚糖嘛，再加上呢，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你看它表面上就是有很多水分的感觉。最后呢，你再做一个这样子拉提的动作，是，它就在做我们的按摩霜，包括我们的脸型的轮廓，包括呢这个眼周，你看这个 Q 弹的感觉。是不是？是不是？你怎么跟我女儿一样一直捏？真的，就会忍不住想要捏啊。而且最重要是，因为我刚刚特别提到啊，就是，在用的时候记得一件事，就是不要在手上温热。然后像我自己就是这样点点点点点，然后直接推开来，先这样打圆化开来，再轻拍变精华的感觉，最后再用掌心这样子往由内往外，由下往上这样按摩，你就会发现我刚刚讲的第一个，你肌肤的保水度增加了，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因为它的质地的不同，它会让我们的肌肤这个保养的续航力也增加。是这么细心的保养，艾琳，那你有越来越年轻的感觉？一定要逼我把以前的照片拿出来，这是十年前的照片。十年前，十年前，其实十年前那个时候，十年前的我觉得已经保养得很好了。是，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去看我现在的照片来讲的话，其实你会觉得线条上，它更加的让人家看起来更舒服，是。然后我觉得那个肤质的质地啊，肤色看起来是更均匀，而且上妆它不会有那种所谓的屑屑啊，或者是说，好像以前，就是以前的妆比较浮，以前妆比较浮，比较粉，然后可能会比较有那种就是浮浮，然后妆感不贴的感觉。对啊，为什么？其实经过了十年哈，那妆那么薄，哎，为什么好像那个？有一些贵妇的那个肤质就是不一样，烹饪的感觉啦。那因为其实就不是化妆的粉，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喜欢啦，除了工作以外，我是喜欢素颜的。所以我觉得平常你的肌肤本质一定要保养到最佳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很多时候，像我身边的一些贵妇朋友，或者是我去学校接小孩、送小孩，然后常常跟很多家长比我年轻很多，他们大概跟我小孩同班的妈妈们大概都才三十出头，我已经五十了，然后所以他们就会站在旁边说：“艾琳姐，真的假的？你到底是用什么保养品？你到底在擦什么？你是不是去做了什么医美，或做了什么样的东西，或你是不是买那个很贵很贵的保养品？”那我说其实没有哎，我就是这一个小橘瓶，他们怎么可能每一次都这样讲？但是后来你知道吗？既然我推荐了，所以呢，他们就会偷偷的去订购。那这个去哪里买？哦，这很简单啊，就像我刚才讲的，一定要去他们的品牌的官网去订购，而且呢，你可以用网络订呢，也可以用打电话，一瓶。免运哦，是不是？CP值超高的，是是是，对，而且就像明川讲的，出国旅游，像我有时候到中南部去工作的时候，你不用再大包小包，真的，